好咸啊。这样的搭配在潮汕菜里面是也不太常见，所以算是这家餐厅自己的风格，算是新创的融合菜。因为一般来说豆腐鱼会蘸集油，这样酸甜类的，嗯，然后呢它用百香果去再次的调味，做了一个酱汁去配合这个豆腐鱼。然后豆腐鱼呢它里面还包了金不换，就是罗勒叶也是九层塔，加上红肉米，嗯，好神奇的，我从来没有吃到过的。这个里面有海鲜吗？有，里面有海米跟那个金不换，鱼也是好吃的。九郎吃饱了、啊、你 OK 吗？我可以了。那肯定吃啊。吃啊。你可以。我怕一会儿吃不下别的了，因为咱们不是后面还有菜的吗？有菜的。算盘打得响。来嘞。上菜小心。多骨鹅掌扣花椒。哦，这都是什么？花椒功夫汤，有鸡的味道的肠，鸽子，哦，就鸽子味道。荷叶蒸鸡，哇，荷叶蒸鸡。我觉得什么东西跟荷叶在一块都不太差，对，都不太差。哇，哇，看起来很香，很鲜呢。它这里面有木耳，有红辣椒，然后有葱。哇，这个味道是完蛋了！要吃，对，我就是要配饭了，完蛋了。这是一定要配饭的菜是吧？对啊，感觉像是。这鸡看起来很嫩的，很滑，很嫩，很嫩的，碎掉了。是，嗯，好吃。那它全部把鸡肉都煮老了，不是煮老，就是嫩，就是煮烂，糯了。是好吃的，但是它味道不重。嗯，对，就是它还不到让你配饭的那个，嗯，对，味道，没错。就看着下饭、嗯、对，看起来下饭。我其实已经发现了这汕头的菜系，就是看起来味道很足，但是吃起来其实很清爽，很清淡。对，